你坐这边呢、啊。让阿姨阿姨躲起来了，你去找他。一二三，这边这边，妈妈进去点。你要拉呀？妈妈拿不动喂，快点，你要拉，来，你拖进去，拖进去里面说。哎，拖，拖这里，嘿，乖。哦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哦，来，好啊。以前啊，我看了什么物件，我就看作水啊。人家说心静啊，水看什么就水啊。爸爸呀，这里。来，谢谢谢谢。后边即马算讲有咧种冬瓜无，啊伊就较袂啊，冰就较贵个啊。我昨有说我捡起个，剩还佫有一堆还袂破个，还袂用下破。要尿地啊？什么树啊？分工好惨，也不是说分工了，有空就一起做啊。小朋友睡觉了，两个人有空就做店里面工作，白天晚上做好了，白天就比较有空。像晚上排货的我在排啊，把冰箱那些排到第二天可以卖就好了。一般就白天比较有空闲了呢，就我出去的话，就事先去店里了。电视媒体都还没有那么，无像讲即卖有大爱台嘛，就是拢对无迄个电视台无，那样无较无咧报啊，啊拢对收音机收听，然后就一直身心上的话所感动。以前有受过人家的那个帮助啊，然后就是说。如果有那个能力的范围，就能要付出。
去外面做那个天天嘛没有空，因为我嘛我在开店啊，然后又在客运站啊，哎呀，啊所以拢切时间啊。但没有那么多吃的，而是看哪一只比较好吃。我是他以前说他会画画的，我就一直鼓励他去画画。我一直想帮他找那个老师教他，真的，我看到哪里有什么画展啊什么，我都带他去看的。我很希望他讲实在一点，发挥他那个画画哈，讲实在也可以。真的画比较多比较好，有人要的话拿来义卖啊，都可以做好事啊。我从来没有说卖了自己用啊。我以前跟我先生，我们没有参加瓷器，我以前也是跟他开玩笑的，我说画一画拿来做，拿来义卖也好啊，比较便宜也好。人家卖比较贵，你卖比较便宜的话，反正卖一卖那钱捐给人家比较贫穷的呀。以前没参加瓷器，我是这样讲的，真的。蒋家勋哦。师姐，你嫁过来的时候，师兄还在课吗？我，他叫我学了，我学了一个晚上。写字我都不会写，怎么会磕啊？不可能的。姐姐坐这吧。啊，跟妈妈坐这里就好了，等一下就好。爸爸要坐这里刻印章。哦，这个盖的比较好，那个熏字出来。文福师兄讲，这段婚姻已经十二年，真感谢师姐的照顾，给伊一个温暖的家。现在有宝贝后生，生活虽然真无用，但过心肝内真满足。师兄讲，现在得到的幸福，心肝内只有无限的感恩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